我这个小孩的心中不需要抱怨我，不需要抱怨我。以前哎，你一不早抱怨，叫哎吵吵很抱怨，像今天你这个表现哎吵吵很抱怨，啊天啊，做会出来好了，啊今天你人哎想在表扬，啊阿妈无不是讲比较差道理啦，只是你咧听道理的烦不啦？这是因为我不能讲，今天去你家做母亲节的活动，马上就这个下山期间可以攻击，这个力量来感化咱一件事情，不然咱不见像做老伙啦。所分，做老伙啦，无去想着这物件，囝无用的啦，孙无用的，新人无用的啦，有较无用，今日去365斤，今日去七百万无，无亲切了无，有较重要无？敢有较重要？我相信